Thomas ke Somoto? Ah,今天又是 Thomas 哥 Somoto 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辆 Yamaha LC V3 的。啊，很感谢那摩托老板啊，又改好这辆摩 o 让我来拍摄啊。OK，我先拍一圈给大家看一下，等下我们再请车主出来讲一下，看到吗？这摩托啊，改道啊，蛮不错，晓得不？可以拆的就拆，空空这样啊，包一圈啊。 我叫车主来，车主，啊，这样摩托你改得满意吗？可以啦，满意，满意啦。OK，我先看一下，有个地方啊，很特别的，就是啊，这个 block 啊，怎么这样子形状啊？那种新款啊，比较会翻的，叫什么啊？CNC 加长了，你这个有改多少啊？结论？68，48个。哦，就是讲这个 block 它加长了，所以看不到饼干对吧？对，看不到饼干。 啊，我这些摆全部也是换掉了啊，换红色比较配到啊。它一条线这样什么作用哦？散热啊，是不是？散热我看到也很不同哎。哦，8个M，68，对，很大叫哦。我再看一下，这种 sticker 你是换过是吧？啊，换掉了啊，sticker。来，这很漂亮哎，比较配啊 groom。 所以很多地方刻啊，看全部是拆掉哦。对，看得比较空啊，比较空啊。看一下啊，哦，还有这个 bamboo，这个 bamboo 不是原装是吧？不是原装。看到这个很特别嘞，你看它箭头是向上的嘞。我每次拍个箭头是大那个向下的，这个是向上比较小个一点。那个 bow 啊，那个 piston 四粒，OK 用吗？可以啦，吃一下，你吃一下，漂亮就好。这种全部你都是来做 groom 的。对，做完了。 有心哎，听讲你们是两兄弟一起改的是吧？啊，对，两兄弟一起改。这样慢点我可以拍你弟弟，你是弟弟那个哥。我是哥哥。哦，哥哥，两个一模一样哎。<笑>我这边你来拆空哦。对。金风比较凹，比较风哦。不是哥风，那比较美啊。看起来比较空啊。那你这边金哦，后面触不是很凉哦。<笑>吹到脚就很凉啊。哦，各位看到吗？很漂亮，像LC V3啊。啊，对，V3。改成有手 block 的哦。 哇，音效好不啦？OK 嘛，接到。可以啦。按一下看啊，不错，叫我按到。然后你还有改牙箱那些吗？牙箱1、2、4。1、2、4。对。1号摇，2号摇了。对对。这样还是一样是4个牙。啊，对，4个牙。叫的不错啊。可以了。离水高高。高高啊。啊，可以有跑多少吗？ 还没跑过哎，还没有刚刚坐出来啊，刚坐出来，老板就叫我来拍了。<笑>哦，这些全部你自己拿去弄吧。啊，对，老板弄好给我了。漂亮叫我，你脚踏的，这个你这个没拿去弄，这是喷漆了，我没有弄。要就一次过吗？啊、来车主啊，也是弄完它。<笑>漂亮嘞，你看啊，看我拍眼嘞，给你们看啊。车主黑色啊，配到这个克啊反光啊，这个是反光。啊，对，反光啊，很漂亮哦，这辆弄这样。 可能我们拍出来没有这样好看啊，现场看啊，我刺眼哦，我那边也是换的，两百是28哦，漂亮哦。啊，S8没有换？啊，S8没有原装啊。那你有脚你们也是换过是吗？啊，自己切哦，问自己切啦。啊，那手工匠美的没有？老板弄的噻。我老板弄的噻。喂，你手工匠漂亮切刀。没有了。不错啦，你改到这个底材啊。 那单机也是换大了是吗？啊，对，换大了单机。哇，真的嘞，你把这些这个也是镂空啊。啊，老板，底材啊。对啊，镂空真的很漂亮嘞。啊，各位你看啊，你们真的有机会啊，可以弄到像这样，看到吗？它全部空哦，变成你站那个方向哦，你可以看到啊，里面全部的引擎构造全部看出来，很漂亮。这个也是一个底材的，真的美，要弄到镂空这样。哦，各位看到吗？可以学一下，我再拍一下啊。 车主，你可以帮我试车嘛？啊，可以。车主，你可以帮我试一下车啦，好。可以，大家可以 start 一下声音来听一下嘛。可以。会很大声吗？不会啦。这边附近，你听到吗？有人养燕子嘞。你像我怕你 start 一下，那燕子都飞到完了。不会啊。哎 ，glass spin 那些有改吗？啊，glass spin 五个弹簧啊。5个 spin 的啦。5个 spin 啊。哎，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摆倒大啊。35mm。35mm， 也是 custom 的啦。对。
子我们可以 start 下来听一下嘛。对，因为很多人想看 LC 啊，所以我特地找你啊。好，我们先看一下车主 start 的声音啊。你看一下喽。各位听到吗？嘎嘎啊，那个声音真的很漂亮啊！什么 ？head 啊！哦，你没有讲到 head， 我都忘记啊，因为你摸得太吸引我了。哎 ，head， 我看一下在哪里啊？这个方向来，这边比较拱。head 你改什么了？23、26啊，23、26 CNC 包。看看这边，这边有点暗，我们这边看。看到这里多少啊？跟你讲啊，跟你讲你黑多少啊？23、26。23、26，对，摸黑了，六了，黑。哦，看到吗？对，六，狮子头了不？这样子我们就请车主去试驾车了不？哦，对啊，对，小绕就好了哦，因为毕竟啊这边很多车。OK， 等下我们试车见啊。回来了，各位看到这个沥水如何？很感谢这个车主啊，我忘记问他名字啊，问了这么久，你叫什么名啊？文祥啊，来啊，文祥的摩托啊，啊，他一个弟弟叫什么名？文庆啊，文庆，两兄弟都是 LC V 四啊 ，V 三呐。对 V 三。V 三，下一期有机会我再拍那两个给你看。如果大家有想改摩托了，或者是奇南杂志复兴都好，一样咯。啊，我放下练摩托老板的地址在这边。还有老板的联络号码啊，各位有什么奇难杂症啊，可以去联络老板啊，老板都会一一的为你解决。哦，大家看到心痒痒的时候啊，可以去打电话问一下老板啊。哦，也感谢这个车主今天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这边啊，让我拍摄啊。哦，车主这里啊，谢谢你。谢谢各位收看 Thomas 哥的视频，请大家多多的分享，你们的分享就是我的推动力。让我托马哥做得更好 ，OK？ 有什么要交代吗？有谁啊？有兴趣改摩托啊？可以来我练摩托，我录的了。练摩托、啊。老板细心啊，手工很好。老板帅吗？帅啊！帅啊！我耐看吗？啊？来啊！耐看肯定耐看啊！你是看住我，我的白血啊！OK？ 今天视频就到此为止，哎，不是到为止，今天视频就到此为止啊，一样啊。好，我们下一期见，托马哥说么多，拜拜。要讲一下拜拜，手要比出来，拜拜，比个 love 啊！但是如果你的 black coin 换到太过大点，你的 piston 不耐，你的 valve 不耐，你会导致到 valve 涌 ，valve 涌，熔掉，熔掉它的 valve 会熔掉。OK， 第二样，你讲，你也是知道的，